虽然你够强大汉，也不过我修炼至今，体力无法度通修出来。到子孙在手里乾坤，你千万唔通乱点动，也唔通出声。我知影了，了解，带我去。匆忙，发生何事呢？不知你正在此地，可有关机独独车无吗？是。王才在此地聘客，也无关机的某人从此地行过。如果你只有关机独独车无，请问你通过我是谁啊？好，不过我是好奇。为什么你吃了金牛，要来找你生牛呢？独个生牛来，叔叔下凡而来，不得你从，使得我国家要乱，不来国王死了。兄弟，我来尊严，不由国王死了。你初中时认识了条生牛，我必定要好好报答伊呀。原来如此啊！我是不是要来请问你，我女神啊？阿叔请我来留在你的手中，不知你是如何进入此地的？既然请我这个帅娘下凡而来，就表示你老夫无这个帅娘驾驶着车骨，我将你抓，将你骨头剥皮，就在机关门上，和所有的民警变色了眼。哪里是好，我若是有当着车母，我会告知你的。告完你了，我啥？好。哦，天修理天出来。这些无些是真高官，也要该交代，伊也要出声来，无差无错，方才扯牛，叫方来到此地，叫我给伊上去，我上去暂时藏在手里乾坤呢。我哪有欺骗你？李岩，为什么你们来我偏乖？本事出我点，见死不救，心上难安。但是后来听你这个也真有道理呀、啊。你讲伊所犯的罪行，你要如何才会处置？我会用这恶劣的模样，一只车夫是属于我的。到时阵我若要名扬天下，那安尼是，我照起你所说，就会乌头独尊，吊塞机关尾，讲落就是属于你眼泪。求你的帮助，是车模司机来催我，我只是少一话这两字，我如心呐、啊，是你无识的材料，你教我那是你，我要哪有机会，我车模送去他人的身边呢？哈！再给你几句话的机会，你上好将车模放出，要无是啊，我连你也无可能放得走。啊，我那是不方便。
我必将爱将不换。